位官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。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。半夜失眠怎么办？经常半夜醒，可能是这四个原因在。大病来临前，身体往往会报警。一，抑郁症一项研究表明，约 50% 的抑郁症首发症状为失眠，早醒现象尤其值得重视。抑郁症的失眠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和早醒，如果跟正常起床时间相比，提前醒了一二个小时，醒来后再难入睡，且这种情况持续2周以上。特别是早醒后，自己的心情郁闷，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。这时就要高度警惕，建议上精神心理科就诊，看是否有抑郁症。血不足，半夜3点到5点是器官正常的排毒时间，如果你常在这时间醒来，有可能是肺部气血不足，流通不顺畅，身体会开启自愈模式，提醒你醒来，使得肺部器官不至于因气血不足虚劳受到损害。三，心肌缺血在睡眠的前半段其实主要是大脑皮层的抑制作用，以及身体疲惫和习惯使然的共同结果，睡眠的后半段才是身体真正的休眠。当心脏供血不足时，会影响到大脑的供血，这时候大脑容易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，来刺激心脏的正常供血。四，褪黑素分泌减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内一种与睡眠有关的激素褪黑素逐渐减少，从而使得睡眠时间缩短，相应的出现早醒，老年人易出现这种情况。多年失眠是怎么好转的？半夜的时候，我常频尿跟睡眠超容易做梦，就算醒了脑子还是会休休觉，还有莫名兴奋亢奋，怎么睡都睡不好。我尝试过听音乐、做瑜伽，还有戒咖啡因，虽然有睡着，但差不多睡一个小时就醒了。医生说我这个症头只能靠吃药，黑眼圈整个遮不住，我也乖乖吃了1年。
反而没笑，还让我更焦虑更忧郁，有时候还会梦游跟放声大哭。跑去看了，睡眠品质没有改善外，还多了一堆身体毛病。后来我也有去喝浮水跟看中医之类的，睡都睡不好。诊疗节后，结果在门口遇到念经班的师姐，结果小聊了一下，她说我这次是最后一次来看这科，你也要多保重。后来回家，师姐传了一张照片给我，说刚刚医院不好意思拆人家台。试看看，一开始我本来很拒绝，但后来念经班的师兄师姐说有比较好睡。说先吃了一盒看看好了，就是这个通好眠，里面有六零颗，里面是长这样，我一天都吃到四颗，我老公是吃到二颗就够了。目前吃下来就是有比较放松，然后稍微比较少做梦，有比之前好。
里面比较厉害的就是专利酵母圣肽，酵母圣肽 X 米康萃取谷维素，能够让失眠的人稳定脑波安定，有助于深层睡眠卡好眠。米康萃取帮助压入眠，这二个专利成分看说明受到韩国、日本、美国专利肯定。我先生也有一些失眠问题，但没像我这么严重，他看我吃也想试看看。结果我还没效果，他就已经见效了，平常我叫他一下就醒了。睡到吼吼叫，结果快中午才醒，还说醒来有特别清醒的感觉。他连吃一个礼拜，每天都睡得跟死猪一样。都几岁了，洗面乳跟牙膏还用错，真的也太厉害了，直接叫我订了五盒一起吃。我只有分享自己的经验而已，自己没有在卖，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。但如果要我推荐，我会回你还是要看个人体质，看我先生夸成这样，我应该会继续吃。如果有兴趣就自己去找宝希萃 Biotree 通好眠的官方网站咨询。大概吃了三个月，我的睡眠有好转了，虽然身体状况还是很差，最近黑眼圈有消一点，精神也比较好了。但每个数值都有低了不少，现在大概可以睡到五小时，真的很开心遇到对的保健食品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，祝大家一天平安，开心，别忘了点关注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。